我喜欢这个角色还是因为我能从他的身上能看到一些自己的一些影子。我父母可能从小也离异的比较早，然后父母都不在身边，我能感觉到他那种就是比较无助的那种感觉，有在一些人生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会觉得很无助，没有人来帮我，或者说缺乏一些安全感。特别明显的就是都缺乏安全感，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就是别人说的越没有什么就越想告诉大家我有什么，就是我觉得他们身上共通的点就在于就是都没有安全感，要以外在的一个形象或者怎么样去告诉大家我很强。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跟我家庭比较像，然后他不希望别人能看到他的不安全，所以就表现得很强硬，然后但是内心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他不会去伤害别人，但是他总会伤害自己，就是觉得自己特别难受啊，或者受委屈啊，没事拿个小刀划自己啊什么，我就特别理解不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发泄，我问他，他说我没有办法发泄出来，那我又不愿意去伤害别人，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会伤害我自己的人。说到底，我觉得我这人比较怕死吧，就很多事情不会去做。李卫西，冷静一点好不好？现在看我觉得挺理解的，他还是抱着一个爱的心，我不愿意去伤害我不想去伤害的人，但是我这个东西我又要想告诉你我有这样的一种委屈或者一种不平衡在心里，那我只能用伤害自己去告诉你们。一般的人都是愿意伤害别人，而不是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而去伤害别人，但是他们愿意不伤害别人来伤害自己，我觉得其实看看也挺伟大的。会痛的十七岁，你的青春我陪你走过，我是卢文杰。逃婚？哇，李大乐，你真的是、老婆，你听我解释，事情是这么回事，肯定之间有很多误会。告诉你，小心搂着你的这个男人，
不是什么好东西。哎，那你这么大张旗鼓来找他干嘛呀？我我们家这位说话就不是太好听，您多见谅啊。还不松手？哟，李大乐，从实招来吧，人家女孩大老远都追到这儿了，说说你怎么辜负人家？多谢女侠救援。你不告诉我行，那我去告诉左二。不要不要。嘛呀？不要说。那就看你补偿我喽。今天想吃什么呢？我请客，随便点。哟，既然大乐哥都这么发话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千万别客气，尽情点。咱简单明了一点吧，什么贵就上什么。好啊，只要你能吃得下。放心吧，一头牛我都吃得下。这我相信。你能不能为孩子多想想，为这个家庭多想想？哎，那是裘老师吗？裘少爷，真受不了你。那男的是谁啊？她老公吧。他们是在吵架吗？点你的菜吧，别那么八卦。不行，我得去打个招呼。吴小萌，我知道你平时缺心眼，没想到你这么缺心眼，脑残啊！点餐。于大乐，我建议你注意你的言辞啊！我现在可是孕妇啊，我不能气。我这生气吧，我脑子我就迷糊，我这一迷糊我就得把今天事情告诉裘老师。吴小红，这里的虾不错，来两斤吧，当补补脑。再两斤鲍鱼。没问题。大家好，我们有一个月没有见面了。你们写给老师的信呢，我都已经收到了。这些就是我回给你们的信，发给你们。请进。裘老师，这是刚来的阿梦，我让他来和大家一起听课。好，阿梦，欢迎你，请坐。阿梦有没有小本子啊？谢谢。今天呢，老师想和大家做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心理测试的小游戏。那这个游戏呢，有助于我更好的了解你们，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自己。游戏规则是这样的，大家看到了，父母、梦想、爱人、金钱、朋友这五个词，我让你们把这五个词都写到小本子上，依次呢划掉最可以舍弃的，最后划掉最舍不得的。开始吧。梦想、爱人、金钱、朋友，这对我们这一生当中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哪个可以舍弃，哪个不可以舍弃呢？老师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王子乔已经脱离危险期了，医生说如果好好休养的话没有什么大问题。你可以放心了。这些留给你，有什么话就写下来，等我下次来的时候交给我好吗？你能不能告诉我，刚才为什么第一个划掉的是父母啊？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表哥，好久没见你，
家里还好吧？还行。乡下也没啥，给你们带了点新鲜蔬菜，都是早上起来刚从地里摘的。就放地下吧。哎，以后就麻烦你们多照顾照顾我们家阿梦，给你们添麻烦了。都是亲戚，不用客气。你不知道现在能上七中，要不就得学习特别好，要不就家里特有钱，能上可不容易啊。哎，西西啊，这是你姑妈表妹，你表妹啊马上来我们学校念书了。表姐好。哎，坐下吃饭。在城里上学真好。这次呀，多亏你表舅能帮表舅家干活，就多干点。嗯。你呀，在咱村里学校成绩算好的，但是到了城里你可得努力。我知道，你要是能好好读书啊，我跟你爸再累都值了。妈，不会好好读书的，我要考上清华北大，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我要把你和爸接到城里来住，我要给你们买一个比表舅家大两倍的房子，你说好不好？夏老师，有人找你。哦，不许要这件啊。弄着干嘛呀？赶紧抄啊。这样真的好吗？你们刚才是不是有人动了同桌雨衣啊？田梦，刚刚是不是有人动了同桌雨衣啊？你要说实话，不许撒谎。好，田梦坐下吧。所有人都给我抄十遍，除了田梦。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耐克新款，哇，真漂亮！多少钱？600多，限量版的呢。是不是你男朋友送的呀？不告诉你。讨厌！哎，干嘛呢你？你害我都踩人鞋上了。没事。人家这鞋估计都是老古董了，踩坏了我可赔不起。表舅妈，是你啊！等一下，等一下，来进来进，转过来。舅妈，我这刚洗过。别说话，别说话，进来吧。舅妈，这个是我妈让我给你的。表舅好。哎，
哎，对了，西西，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哇，是 Nike 呀、啊，600多呢，真漂亮。谢谢妈妈，你高兴，妈妈就高兴。600多？哦，好看吧？价格挺贵啊。嗯，怎么样，舒服吗？特舒服。你看白色是不是跟我的衣服特别搭？对呀，咱们家西西穿什么都好看。随他妈。现在最新的就是这种鞋。嗯，我也好喜欢，早就想要了。是，我看我们那个单位年轻人都穿这个。妈，我想买一双新球鞋，我的球鞋已经……什么？球鞋坏了？要多少钱啊？600吧。600？你疯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跟你爸赚钱有多辛苦，我卖100个鸡蛋才50块，你爸拉2寸煤也只有60块。哦。我们送你到城里去读书，不是去攀比的，你别忘了，你可是要考清华北大的。好了，不说了，快到1分钟了。你是不是认为这一切都是你的爸爸妈妈造成的？要不是因为他们，我也不会让别人看不起。那你有没有想过呀？你爸爸妈妈把最好的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他们对你多好呀。那时候，我只知道谁对我好，我就跟谁好。那你告诉我，是谁让你有这种想法，这么认为的呢？哪位同学可以来回答一下，分封制在周朝初期实行的结果和益处？左心，你给我起来回答。周朝初期为什么实行分封制？什么？回答不出来，你就给我把这段抄10遍。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坐下吧，以后上课认真点。所以各位要记得，分封制即狭义的封建，有共主或中央。来一口。这么乖，怎么跟着信结婚啊？放心，跟着信结婚你乖不了几天的。阿梦，听说你偶像是神仙姐姐刘亦菲吗？要不做我大老婆吧。来，大老婆叫一声试试。干什么呀你们？哎，站住！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田梦，高13班。不得了了，居然抽烟！我没有。你还撒谎！这撒谎，撒谎！好了好了，别打了，再打都给你打死了。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啊！你说咱们俩辛辛苦苦的赚钱养他，他倒好了，跑到城里不三不四的，都学会了，以后减少他的生活费，啊，钱多了就不晓得学习，到处跟人瞎混。孩子还小，打都打了。阿梦啊，你也得体谅体谅俺们。就知道让我体谅你。你们体谅过我吗？你，哎，阿梦去哪儿？你别管他。哎，去哪儿去哪儿？同学，你的班费。这位同学，你的班费。吃饭去吧。啊，不去了。减肥啊。哎呀，你慢点吃，跟个非洲难民似的。
神仙姐姐都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他也不能不吃饭啊。不过你这么多天没吃饭，要我是你的话，我早晕了。哎，你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我带你吃好吗？饭后一根烟，快活似神仙。来一根。多抽几回就会了。哎，明天陪我办个事儿呗。行啊，不陪你去，我哪儿饭吃啊？得，我大老婆学的跟我越聊越贫了啊。干一个。站好！你还给我你个臭婊子！说什么？说谁臭婊子？阿梦，给他两巴掌，他都把水甩你身上了。你敢打我？你个乡巴佬！你个乡巴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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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乡巴佬！我打死你！你凭什么打我？你个死乡巴佬！打你！就是打你！就是打你！想不到我大老婆打起架还这么猛。哎，这个送你。干嘛呢？以防万一。我不会用。必须会用。你现在是混江湖的人，万一有别人找你麻烦，防身用。好吧。哎，那边有家店，我们去逛逛吧。走吧。你们的商品你们收好，快点，这两包拎起慢走。我想要这双鞋。那边还有很多新款，你不看看？这都过季了。我乐意。你怎么啦？可能有点低血糖。你去帮我买两瓶水。那你等我一下啊，站着别动啊。Thank you.